你整天神出鬼没的，谁能时刻准备着接你的驾呀？做太太的不管好自己的丈夫，那算是失职，是要打屁股的。哎呀，讨厌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忽冷忽热的。杜云堂，我没那么嫉妒成性。对你那些风流韵事，我没心情吃无聊的醋。云堂，我都把心交给你了，你真的要见他到底吗？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纳妾。走了。云堂，你别走。你不让我走，只会让你更难堪的。你给我一个拥抱好吗？即使你不再来了，红雨也能凭借着一点暖意温暖我所有的寒夜。我真的要回家了，因为我爱的是玉婉，我真的想回去看看到底他是不是在乎我。对不起，让你成了一个无辜的道具啊。你来你去都是自由的，就像我等你，日日月月年年都是红于我自愿的。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丈夫啊？你知道这事很光彩吗？有必要过一段时间都拿出来炫耀一次吗？杜允堂，小姐，姑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小姐，小姐，有你电话。我是童玉婉，你是哪位？玉婉，听说你生病了。怎么是你啊？我挺好的，你怎么样？你一切都好吗？我很好。记住，在杜家无论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一定要坚强，要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会的。放心吧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多保重，知道吗？他是绝对不会和一个法庭上已经宣告死亡的男人再见面了。还有，请你不要再勾引我的太太，否则我会让你再死一次的，周廷臣。杜云堂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再敢沾花惹草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如果我还是要伤他的心呢？有种马上从你的老鼠洞里出来！找我算账，我等着你。杜云堂，你发什么疯啊？怪不得对我阴阳怪气，怪不得你不跟全家人一起去烧香呢。你跟那个周廷琛到底瞒着我，在我背后做了什么？周廷琛是在成全我，让我在杜家好好过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不像有些人自己为所欲为，却连别人一个电话都容不下。你打呀你打呀，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我动手。如果你这次真的打我，就算杜家所有人都在为你求情，
我也不会在杜家多待一分钟。王，我不打你，因为我有一百种让你心碎的办法。选择题，1到100，选吧。杜允堂，你是不是想说，没那么多无聊的时间跟我玩这个游戏啊？我也没那么多时间跟你玩。吃你做的早饭。饭凉了，不好吃。你等等，我现在出去买啊。看你手忙脚乱的，我只是想喝一口粥而已嘛。对不起，允堂，我是太高兴了，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你想喝什么粥，或者还想吃些什么？我现在就出去给你买。要是他有你那么在意我，哪怕只有你的1%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哪怕他要的是天上的月亮，我也可以为他摘下来。云堂，我们忘了他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出去买酒，在我们的小天地里一醉方休。